の名を呼ぶがいい。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ミュージックスタート。私のお家にいらっしゃい。欲しいものはあった？騒ぐな。レミオ、私は帰ってきた。神戸を垂れろ。断罪の名において、ゆえぐい出番だよ。7号式の操縦、安全区域確認。ただ私は下げず静粛に。いや、
こいつはどうだ。ピュン、頼んだわ。またか。おとなしくしやがる。風邪ひくなよ。雨のようなヤオ、答えなさい。影のカラスが優雅を求めている。またか。答えな。ウサギ博士、こいつはどうだ。もう逃げ道はない。すまんすまん。黒き翼よ、昼夜を切り裂きなさい。動くべきだ。形は、この剣はわかるかい。これこの瞬間、お前は歌よ、錦となれ。こいつはどうだ。やっ、風邪ひくなよ。おとなしくしやがれ。これこの瞬間、お前は永遠を手にする。おとなしく。こいつはどうだ。歌よ、錦となれ。ビリビリさせないで。これ
ちょっとビリビリさせないとね。逃がさないわよ。ちょっとビリビリさせないとね。しびれなさい。こいつはどうだ。反省しなさいよ。風邪ひくなよ。ちょっとビリビリさせないとね。逃がさないわよ。はっ、はあ、ちょっとビリビリさせないとね。逃がさないわよ。おとなしくし。ターゲットロックアップ。はっ、逃がさないわよ。てっ、これおーや、飲みすぎだよ。この瞬間、お前は永遠を手にする。椿の雷。ふふ。手をつなぎましょう。
楽々ゲット。
Thank you.
行くよ。見切りました。ここより弱滅の、ちょっとしたトリック、元気出せよ。はっ、よっほっ。これこそが知恵の伝道。セットヤハットセッタハッヤヤ、やサプライズ。みんなを守るからね。手をつなぎましょう。
見切りました。こちらに注目。ちょっとしたミュージック知識はあなたにも。せっ手をつなぎましょう。えやいい天気ね。暖かいわ。じきにあたりも賑やかになるわね。裁きの怒り。マジックスタート。サプライズ。全部丸見えね。私のお家にいらっしゃい。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
見切りました。サプライズ、ふっ、痛くしちゃうかも。逃げ道はここよ。痛い。知識はあなたにも。それ。まだ終わってない。手をつなぎましょう。ちょっとしたトリック、さばきのイカズ、ここよ。こちらに注目。元気。覚えたわよ。見切りました。稲光、すなわち永遠なり。はっ、やった。そこ、はっ、ちょっとしたトリック、ライト、全部丸見えね。これこそが知恵の殿堂。ミュージックスタート。やった。ふふ、私のお家にいらっしゃい。
ジックスタート。元気出せよ、全部丸見えね。と、知識はあなたにも。失踪事件も解決したし、しばらくはオイラたちを狙おうとするやつなんていないはずだ。シルバの見張りがなくても安心して休めそうだぜ。いっそのことここでしばらく休んでいくのはどうだ。ほら、フォンテーヌの機械にだってチャージは必要だろ。ここもいいと思うけど、それにオイラたちが居座れる拠点なんてそうそうないぞ。ぐい、わかったよ。その前に読んだ探偵小説の作者が新作を出すんだ。だから早くゲットしてどこかで読みたかったんだけど。じゃあ決まりだな。早く部屋に戻って休もうぜ。朝になったら小説を買うために並びに行くぞ。今回はこんな内容で来るなんてな。探偵小説だけどドキュメンタリー感じもあって、これはこ、おいらはただお前よりちょっとばかし多めに寝てただけだぞ。旅人さんとパイモンさんが滞在されている場所はこちらでしょうか。あ、誰だ、見たことない顔だな。まさか面倒ごとを持ってきたわけじゃないよな。
どうやら間違いないようですね。金髪の旅人さんによくしゃべる妖精さん。スピナディロースラーに情報を聞いて正解でした。よくしゃべる？おいらこれでもだいぶ抑えてるんだぞ。お会いできて光栄です。私はパルメルモニアから来たのですが、ヌビレット様がお二人にお会いしたいそうです。何でも重要なことについて相談したいとか。ヌビレットがか？この前結構話したけどな。もしかしてまた最近何かあったのか？詳細は私も存じ上げないのです。どうかパルメルモニアまでお越しいただき、直接ヌビレット様にお尋ねくださいませ。なんだか嫌な予感がするぜ。それでは情報をお届けする役目は果たしましたので、これにて失礼いたします。おう、ここ数日ずっと引きこもってたから、準備とか片付けを済ませてから向かうぜ。不知道干什么的话，要不要我带你去转转呀？我们来了，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呀？啊，你刚刚在那里一动不动，只是发呆，还是在想事情？是我派人请你们过来，但对于接下来将要谈论的事，我依然有些犹豫。反正我们已经来了，你就说嘛，估计是想让我们跑腿吧。我确实有事想请你们出面，不过还是等我把详情告诉你们之后，由你们自行判断是否要接下这份工作吧。事情是这样的，情况我清楚了。总之就是智东那位代号为仆人的执行官，想要与你进行外交会面，没错吧？我听说他原本也是枫丹人，但在这个时间点忽然来到枫丹，又如此唐突地要求会面。我真诚建议你直接回绝他。他的目的想来你也应该清楚，估计和之前公子的那件事有关吧。我们在本土审判了智东的执行官，至今又未给出详实的案情报告，这的确是一个智东对我们进行外交施压的好机会。我认为在我们可以给出合理解释并讨论决定好应对预案之前，还是先采取回避态度为好。不是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接受这次会面。你看，那个本来就是我们理亏，一直拖着不见面的话，问题很容易越来越严重的吧？就像两个朋友吵架了，
如果谁也不见谁，不当面聊一聊，很有可能友情就这么结束了呢。尽管枫丹与智洞的外交关系一直称得上还不错，但也仅限于明面上的友好，并没有到你所说的能做朋友的地步。啊，我就只是打比方啦，打比方。更何况在情报准备不充分的条件下，就算当面聊，也有可能不是重归于好，而是直接决裂吧。嗯，反正我觉得暂时不用考虑那么多啦。神明的选择，即便当下看不出端倪，其优越之处也必会在不久的将来显现。况且，会面的时候还有你在吗？出了什么情况的话，你一定可以做到随机应变的。我不得不说，在法庭以外的场合，与人沟通和交流并非我擅长的领域。你对我有些高估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什么时候答应要和你一起参加会面了？我不能一个人去，你一定要陪我一起，我肯定要带上你的。福宁娜女士，莫非这件事中还有什么我不能知道的缘由？没有没有，你看，我可是枫丹的水神大人，魔神明福卡洛斯，受众人喜爱与敬仰的正义之神，所以这件事只是我希望能够如此发展罢了，别想太多。我去找人安排一下会面事宜。虽说也的确称得上是外交会面，但我更愿意将我们今天的见面视为一次普通的茶会。您也应该是这么想的吧，福宁娜小姐。福宁娜大人。啊，没错，正如你所说，一次茶会，同时也要感谢你特地带来的糕点，看上去很美味。为了茶会气氛可以更加活跃，我还邀请来了这位纳维莱特先生，幸会。我出生在枫丹，自然不用福妮娜小姐为我介绍您这位令人尊敬的最高审判官。你好，很高兴见到你。首先我要向二位道谢，我公务繁忙，时常不在枫丹，听说壁炉之家的孩子们受到了你们不少照顾。我指的并不是我的孩子林尼与林尼特受到诬告的事，请不要误会。壁炉之家的孩子总是容易受到误解，可能跟愚人种在外面的名声有关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只是想说，枫丹近些年局势稳定，民众富足，孩子们都过得很幸福，这真是非常值得珍惜，谁也不愿意打破的现状。你应该是为了公子的事而来的吧。看来忙碌的最高审判官纳维莱特先生不喜欢这些外交辞令，希望谈话能尽快切入正题。如你所说，探明公子的情况的确是我此行的目的之一，同样身为智东的外交使节，也同样作为愚人众的执行官，我与公子一直都是同僚的关系。在枫丹发生任何事，我们都应该作为彼此的代理人出面来解决问题，而现在我希望能以代理人的身份要求将公子移交给智东方面，我们有责任与枫丹协同处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代理人的规则只应用于执行判决以前，而今判决已执行完毕，我们视为案件已经得到解决，恕我无法回应你的要求。直截了当的拒绝吗？好吧，我尊重枫丹法庭的一切规则，正如尊重您这位最高审判官。那么如果我退一步的话呢？不需要你们移交公子，我只要求进入梅洛彼得堡面见公子，并确认他的情况。总不会连这点要求也满足不了吧，福妮娜小姐。啊，那个
梅洛彼得堡一直以来都是自治状态，连我们也无权干涉，外交问题也无法成为借口。如果你无论如何都要确认那位执行官的情况的话，我可以给出一个提案。仆人这么快就现身了，不过确实之前就听林妮提起过父亲要回来了，那时候我们甚至都还不知道林妮是碧炉之家的人，所以遗漏了这个信息。谢谢你的忠告，这方面我也很清楚。我还注意到在关于仆人的问题上，弗妮娜的表现总是有些微妙和不自然。难道说弗妮娜被仆人威胁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弗妮娜又有什么理由不向我说明情况？仆人又有什么手段能够抓住一位神明的把柄呢？所以说应该不是吧。弗宁娜尽管稍微有些古怪，但好歹也是个神明。其实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棘手的地方，根据梅洛彼得堡传回的消息，公子在一段时间前离奇失踪了，目前还不清楚失踪原因，不排除他已经逃离的可能，但梅洛彼得堡之外也没有任何关于他的目击情报。梅洛彼得堡有专人看守，内部体系完整，地势也足够特殊，不应当发生这种情况。恐怕公子的失踪另有隐情，考虑到你们也是公子的熟人，出于司法义务，我才愿意将这个信息分享给你们。那你之前说的有件想让我们出面的事情，难道是？我希望你们前往梅洛彼得堡调查公子失踪的原因，这也是当时面对仆人我所给出的提案。作为他无法介入的替代，我会派人去了解公子的情况，并详细报告给外交官。仆人看起来对我的提案并不满意，但他依然选择暂且按照这一提案实行。他的说法是等报告出来再说。也就是说至少可以拖延一下时间，对吧？首先你们和那位执行官算是故交，现场可能存在一些只有你们才能发现的细节。其次，考虑到梅洛彼得堡的特殊性。梅洛彼得堡难道不就是枫丹的监狱吗？也不能如此粗暴地定义它。梅洛彼得堡名义上并不隶属于枫丹司法体系，一直都以自治形式存在。因为最初在枫丹，惩治犯人的方式是流放，而非关押。如今对罪犯的刑罚也依旧兼有流放的意思，梅洛彼得堡看似监狱，本质上却该被认定为被流放者的聚集地。我们只会派遣看守过去监视，并协助维持治安，至于其他事情我们无权过问。虽说我与那里的管理者算是有些私交，可无论从何种立场，我与审判庭都无权直接介入调查。怪不得，所以才需要我们这种第三方人员私下调查，对吧？没错，我会安排一个假的罪名给你们，请你们在内部暗中调查，这样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那么不知二位能否接受我的请求？的确不管怎么想都是我们最合适呢。那好吧，这个差事我们就勉为其难地接下了。由衷地感谢二位，这件事对当下枫丹局势而言十分重要，同时我也希望二位能对这次行动保密，等你们准备好就来伊里耶岛上的梅洛彼得堡入口处集合吧，我会安排专人送你们进去。准备？还有什么要准备的呢？也许你们可以好好吃个饭，好好洗个澡，梅洛彼得堡的生活条件大概无法与外界相比。对啊，虽然我们的罪名是假的，但要坐牢这件事却是真的。那个，还能反悔吗？请你们放心，由于这次行动的确是通过牺牲二位的时间与生活质量来换取情报，
不论成果如何，事后我们都会按照律法公务人员的最高标准来给二位发放相应的补贴。哇，这还差不多。李行者快走，我要吃顿最好的，然后吃到一个月都不想再吃美食的那种程度，你请客。要走了吗？顺便把这份蛋糕也带走吧，当做我个人的谢礼。哦，蛋糕的事你们不用客气，尽情享用就好。确实是很好吃了，可一想到后面的日子要坐牢，我胃里一下就空荡荡的，好像什么都没有了。说起来，我们自从来到枫丹一直小心翼翼，担心不要触犯了什么奇奇怪怪的法律，结果到头来还要主动到梅洛彼得堡去。唉，可能这就是命运吧。唉，到时候在那边可要抓紧时间调查，我可不想在那里面待太久。啊，我听到了什么，是新闻的味道。味道是用尝的，不是听的。你怎么突然出现了，夏洛蒂？别提了，约了一起案件的目击者来这里吃饭，本想从他嘴里挖点大料出来，结果居然放了我鸽子。唉，冷静冷静，身为记者这也是常有的事，只要再从旅行者这里弄点新闻出来，残废说不定就回来了。我们可还听着呢，夏洛蒂。没什么没什么，我刚听你们提到梅洛彼得堡，你们该不会犯了什么事吧？哪有的事，我们这次只是为了去去。糟了，差点忘记纳维莱特说要保密的事了。啊，因为这个被抓？哦，不过仔细想想倒也不是不能理解，单论令人厌恶的程度的话，至少跟行窃之类的同一档次吧。啊，原来我做过这么严重的事。对不起，我错了。这么看的话，也的确不是什么大新闻了，有点失望。哎，对了，好像还有戏，你们不是要去梅洛彼得堡吗？能不能顺便帮我取取材？这个可能，不一定有时间。没那么复杂啦，就只是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多和梅洛彼得堡的管理人接触接触。他在枫丹被授予了公爵的荣誉市民称号，很响亮对吧？能获得这个称号的都是为枫丹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公民，数量极少。再加上梅洛彼得堡一直以来都不归审判庭直接管辖，
人们甚至包括我这样的记者对他也是知之甚少，如果能出一篇关于他的专题报道的话，估计也可以大火的吧。话是这么说，可还是要看情况，当然也不能白白麻烦你们，这顿饭就由我来请客吧。好，一言为定，绝对帮你搞定。成交成交，菜应该也快上了吧。哎，等等，你们点了这么多吗？好撑好撑啊，这下没什么遗憾了，可以上路了。啊，我刚才说的话是不是很不吉利？没想到你们居然这么能吃，又失策了，取材的事可千万别忘了。我们准备好了，入口就在这里吗？你们果然如约来了。没错，这里就是从伊利耶岛进入梅洛彼得堡的唯一入口。当心，稍微往后站一站。原来是从这里下去。梅洛彼得堡是在海里面吗？依靠水与人们对深海的恐惧，梅洛彼得堡天然就适合被用于收容及看守罪犯。不过放心，那里面并不是非常可怕的地方，请你们下去以后用自己的眼睛确认吧。但愿如此。可以想到自己是在海底，还是会觉得有些胆战心惊吧。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曾说过我与梅洛彼得堡的管理者莱欧斯利先生有些私交，他相当精明。我们也听说了，就是那位公爵对吧？是的，
他是这座水下堡垒的最高管理者，就算你们是受我委托前往调查，最好也避免与他和他手下的人发生直接摩擦。公爵不常离开梅洛彼得堡，但这不代表他不清楚堡内外事务的细节，他是默许而非不知情，这一点还请注意。那么私人聊天时间差不多就到此为止，这次的事拜托二位了。放心吧，不会白跑一趟的。嗯，马德琳。我来了，纳维莱特大人，新的犯人就是这两位对吧？请放心，我绝不会让他们逃掉的。才不会逃跑呢。二位请跟我来吧，我会引导你们办理进入梅洛彼得堡的手续。就已经是在海里了吗？原来在枫丹成为犯人的感觉是这样的呀。你们好像心情还不错嘛，很少见到像你们这样乐观的犯人
无处遁逃，此刻来点灯光。全都看见了，来我家做客吧。慢点吧。进入待机模式，希望不要有人来打扰我。一点把戏，啊，是马德琳啊，今天怎么让你下来跑一趟了？纳维莱特大人点名让我护送这两位犯人的，可能交给别人他不放心吧。哎呀，真好呀，能得到纳维莱特大人这样的大人物青睐，而我却只能在这里面对一个个新的囚犯。嗯，你可以试试微笑服务，或许可以提高你业务上的口碑。得了得了，每一个刚来到这里找我登记的犯人都是愁眉苦脸的，我哪里还笑得出来啊。而且就算我对他们笑，他们眼里估计也只会觉得我是个心理扭曲的虐待狂之类的吧。哦，的确很有道理。好吧，那交接工作就算完成了，你们两位先在这边登记，后续的各种流程马磊蒂会指导你们。哎，交给我吧，你快回到那个阳光照耀的世界去吧。让我看看，旅行者和派蒙，对吧？是我，没错。我先和你们确认一下罪名和刑期。你们的罪名是未经神明允许吃掉了至冬使节精心为神明大人准备的蛋糕，致使枫丹政治核心陷入短时间静默，刑期45天。啊，纳维莱特送我们的那块蛋糕难道就是？
单就这个罪名来看，你们应该是能干大事的人。考虑到弗尼娜大人一直以来对甜点热爱的程度，这和刺杀水神有什么区别？谢谢你们让我长见识，但进入梅洛彼得堡的手续还是要好好完成的。请站到那块板子前面，我会用留影机给你们拍摄画片。好吧，拍得好看一点哦。好了，感谢二位的配合，后续会有专人引导你们，好好珍惜这次重生的机会。重生？是不是稍微有些夸张了？我们只在这里待45天呀。就是你们两个对吧？跟我来吧。哎，好的，我叫派蒙，这个人是旅行者。不必了，我记不住你们的名字。走吧。请问你是这里的看守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我是不是已经问了什么不该问的话了？我为什么要回答你们？对我又没什么好处。啊，所以我才讨厌新人。要不是为了特许券，才不会揽这种活。特许券？好吧，看在你们不是那种哭哭啼啼惹人烦的新犯人的份上，我可以勉为其难陪你们聊聊，但下一次就要收特许券了。在这个地方，摩拉并不能流通，取而代之的便是特许券，它几乎可以换来梅洛彼得堡的一切，满足欲望，获得权利，甚至改变命运。所以特许券就是只能在这里用的货币？并不只是这么简单，就像那个马磊蒂说的，所有人会获得重生，无论你曾经有怎样的财富势力，来到梅洛彼得堡，你只能抛开一切，重新开始赚取特许券。所有人都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给你糟糕的人生一次重来的机会。我想这才是特许券的用意，特许券象征的是真正的公平，真正的正义。也正因如此，许多犯人即使刑期已满，也并不想回到外面的世界了。梅洛彼得堡原来是这样的，我之前还一直以为是和监狱差不多的地方。别把这里想得太美好，也别想得太糟糕，好好看看这里的景色吧。一会儿你就看不到了，与太阳告别太久之后，就连令人恐惧的深海都是亲切的，不再觉得有什么压抑的感觉了。哼，我其实跟你们一样都是犯人，迎接新犯人是我为了赚些特许券而接的零工。怎么又不说话了？免费的到此结束了，再往下就是付费内容。你的脑子里难道真的就只有钱？哦不，特许券吗？差不多到了，
从这里下去，你来试着操作吧。Thank you.